绍芬拥有亮眼的外形，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，幽默的说话风格深受观众喜爱。日前她加入中国实境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被节目台词折磨到直呼比生孩子还难。而在唱跳表演时，她承认自己五音不全，更坦言自己曾找过音乐大师学唱歌，学几个月就放弃了。不过是那位音乐大师放弃她，引发现场爆笑。日前她与社群平台晒出全家福，祝老公张晋生日快乐。因蔡少芬在节目中表现欠佳，张晋也在底下打趣留言，表示要蔡少芬给她表演唱跳，两人的互动笑翻网友。事实上，张晋一直都在行动上支持老婆参加选秀节目，即使自己前一阵子拍戏导致脚骨折，他还是用心的教蔡少芬跳舞，令不少粉丝直呼好恩爱。